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集影片，我是小婷。因为这台手机啊听动喊声，所以我就甲伊拆开换一个啊听动，顺便加强传热效果。看用到 S820的一个过热呗。关机了后会出卡座。用好多会啊干加热，射入跳机片沿四周围裂开，拆开烟雾排线压帮甲烟雾排线。拆开电池接嘴压帮，撬开电池接嘴，准开螺丝，拿出电池挂帮，拿出主机板防滚架，裂开传热架，撬开动力线、马叉排线和开机排线，拆掉标签，撬开耳风孔排线，拆掉 WiFi 天线，拿出主机板。拆掉前置镜头和主镜头，拆开平板架，拆掉镜头防滚架，拆开平板架。裂开传热架，小可清理一下。这几步啊，传热架，并且抹好匀，看起明白答，试验接触情形，发现并无拢有接触到。所以搁再抹一层，甲冰白打倒转去，甲冰白打放伫杯挂面顶，观察接触区域，裂掉杯挂顶的隔热柱啊。把砖架清理清气，因为手头无适合的钢片，所以用传热膏来填充。把平板架甲防滚架倒转去。然后把主机板倒入去背挂，试验接触情形。
发现大部分拢无接触到，所以搁再抹一点。甲大家接嘴边头倒转去，清理中天表面的油味加残渣。在电池挂棒顶面抹团热膏，然后把电池挂棒倒入去杯挂，试验接触情形。发现并无拢有接触到，所以搁再抹一点。把电池接嘴甲用无白线导转去，开机。准会螺丝，刷落去替换听档，拆掉旧的听档组件。甲听筒、甲听筒架啊连做伙，出来连好安。甲听筒组件放入座啊内底，扛起荧幕，甲听筒组件连伫荧幕上。出来连好安。加上荧幕架，抓掉旅行帽，把电池接嘴阿邦甲荧幕白线倒转去，扛起荧幕开机。
进行功能检测。气压线也是正常的，64K 超过2点钟都未有过热的情形。感谢收看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再会。